大家好，依然是瑶瑶，我是一位类风湿女孩，目前呢生活没办法自理，跟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。今天呢我们这里也下了一点小雨吧，今天可能是由于温度的关系没有结冰，但是很多的雾你们看到了。我今天就以我弟弟的一个视角，让他帮忙给我拍一期视频。我们这里夏天其实挺漂亮的啊，就这所有的马路的两边都是绿色的树呀，绿树成荫。到了冬天，就由于温度的关系，没有一点点绿植，就看着比较荒凉。现在到我镇子上了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希望路过这个视频的朋友们能给我们点赞、评论，然后支持一下，谢谢你们大家喽！你的一个视角，让他帮忙给我拍一期视频，就是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甘肃的大山村里面赶集的一个场景。现在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啊，年味儿也越来越浓了。你啥人呀？你啥人呀？你在原地不会去找的。